不要不要射红黄红的黄色，不要欺负黄队啊！不要欺负人家。哇，几颗金苹果啊！等一下，吃完之后还有哎、欸。我不敢看，我不敢看了，我不敢看了，我不敢看。对啦，欸、削弱一下好不好？绿队下去帮啊。势力平均一下可不可以？黄队已经是吉祥物了，对啊，哎，紫队狂跑哎，快同盟啊！完了，这个吉祥物不能动啊！我突然看了一下团团这队战力，好像没有哎。对啊，只有团团一个吗？对。哇，那也是很辛苦。嗯，跑去找绿队。哇！哎，跑有他们去找资源了，找资源。希望绿队能跑。回头打羊，打牛，我那个打羊弓箭射不完，好吗？因为他们刷那个啊，对啊，绿队还不下来，哦，看绿队被波及了，哦，有耶，他们同时打两队，红队很凶哦，这样，打到断线，断线，打到断线，哭了，逃跑逃到断线，真的，我觉得他们打黄队，不要打黄队啊，人家挖脚下，挖脚下，对，水牛喝水，水牛要喝水了，喝水，喝水。真的喝水了，我的天！水牛又喝水了。啊，黄队好惨哦！不要这样，不要你们先去打紫队啦！不要动人家，紫队跑太远了吧？有那么怕吗？紫队怕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刚刚一样，真的。完了完了、哎、完了、哎、完了，纳吉纳吉，没纳吉没看到哎、欸，其实他没事哎、欸，哇，老后打纳吉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纳吉要被吃。那只要去哪里？摔到摔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逃走逃走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死要被羞辱了，直接被无视。快点，紫的上去找绿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的天、啊，绿的不要打哦，绿的不要打，那个红的一定要处理啊。嗯，真的需要联合一下。他们那个弓箭射不完啊，那继续修。有了有了，靠近哦，哎、欸，偷射偷射偷射，射他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两队一起压，一起压。魔王队需要两队一起啊！偷副本啊！纳吉回来啦！纳吉跟黄本可以过来啊！你们纳吉回来！我在那里干嘛？收到收到！看到火箭了哦，没事，火箭要来了哦！哇，真的凶哇！纳吉不要在旁边纳凉啊！一瞬间，纳吉，不妙。要打去，噔噔，开打开打，不要啊！哇，撑住啊，队友们！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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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那么多岩浆啊？烫烫塔啊，烫烫塔！嗨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哈基，打他打他！哈基现在就是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我的天！我操，撑好久！哇，乖乖。哦哦，被围殴！我要我要我要！哎、欸，不对哦，不对，竟然是击退键的哇！哇！哎、欸，不行，哲平血超多。哇！哲平血超多哇！然后杰克血更多。魔王队削弱失败。刚刚看起来绿队已经撑住了，可是他们血更多，不行不行。绿队失去。太可惜了吧？啊啊啊！啊完了，要围剿，要开始围住他们观察。那打黄队哦，这还是要同盟啊？不可能同盟了啦，这血量。在干嘛？嗯，好可怜，他们还用苹果。这到底是这黄队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他是打死其他人掠夺更多的苹果，还是本来就很多？本来就很多啊！我刚看他们吃完之后还有哎、欸。天哪，他们不是各种优势吗？战力悬殊。对啊，嗯，太慢联合了。好猛啊！而且这样子没有突袭。那个突袭如果有出来。有突袭啊，红色突袭，一定不好过的、啊。是啦，突袭事件啦。对啊，那个附魔十字弓射射射的。这一届就是标榜那个啊，这个都没有。这真的只能对这个满血。哇，他们这样子啊，弓箭连发，潮派耶，这个不用玩啊。你要先打黄还先打紫呢？他们装备了，我为什么纳吉在驯服马啦？他们有马凯啊！你该不会捡到我？如果有安的话就好，就可以。没有，我们这队有掉掉的安啊，所以真的想要骑白马。
不然七小猪当匈奴了的吗？变白马骑士。他们去找身高了，身高了，一百分钟，再五分钟，血量也太强冲了，超冲哎！啊，有球，被挖下，被挖下！哇，快游上去，快游上去！啊，游上去，游上去啊！这死人组啊！这高度很危险，直接被挖下来。嗯，不要动黄的啊！不要欺负这样可怜啊！好惨啊！快欺负他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归到第二个。其实哪里有钟啊？哇，旁边有啊，在村庄的水池那里。哎，真的，我就教了，纸醉有点悠闲。不要动吉祥物，已经反正完蛋了，我们完蛋了，我们在旁边玩就好。嗯，你们俩全部跑出去啊！这就是墨西哥打那个啊！哇，他们精灵果也太多了吧？超多啊，超多的啊！完全二二都拿起来啃。他刚打，他们刚刚打死我们这队，我们这队是没有半个精灵果哎。我们这队也吃完了，对，我们这队是吃完没有半颗。啊，没事，精灵果就是零食的概念。那都是我啊！听到了，我们两个隔壁棚的状况了。不是这样，照理来讲，刚刚刚刚我胜，就是打黄队了，这样还能归到第二名啊？超快！那团在哪里？他还在欢场。对，这样还在跑第二名。对啊，不会啦，姚不会让他们第二名上面。小心，他自己要记。不行，他自己不可以为了剪头啊。啊！完蛋了，没好久。阿爷要团团啊！团要爆了！哎呦！爆了！要爆了！没了！团，同时被盯住。哇！啊！吞下去了！吞下去！快点多赢几个下来！哎呀！哎呀！好了，血量多赢几个下来，也是有钻石装哎。可是来不及捡了。红队基本上都没有在水真的是水牛的主场。对呢。都是牛呢。基本上没有在损血的。超强哎！哎呦，上去了！哎呦，上去了！小哥哥上去了，直接爬上来。哎呦，他上来。他又可以烧到，可以又满血了。会被打下去吗？哇哇，一滴！啊，没烧到！哦，结束啦！哎，全部用满血了哦，那也都挡哎，太扯了，满血颗又偷吃一颗了，太扯了，满满的。精灵果是有八百颗是啦，二就啃。他们也太运气好了吧？水牛的主场，对呀，对呀，水牛的主场，别怪他刚喝很多口水了啦。有点无法啊！为什么一直没突袭呀？太神啦！精灵果前四名应该都是你们吧？我们找到那个枯宫的生怪砖，而且还蛮早期就找到。哇哦！我们每个人基本都是二阶，然后有些是三阶装。精灵果每个人都几颗？难怪弓箭射去都没扣血，每个人三颗。哇，太扯了！哇。风力三的钻斧砍下去都没感觉，哇！风力三哦，夸张，石头大都很啊！你们这个很会挖，很会挖，从头到尾都在砍护盾。先看氪金砍护盾，还没砍达人，哇！四十几颗黄金，很会挖，所以大家会挖，所以大家三个也都很多，一百多哎，真的超夸张。好恶啊！氪金玩家四颗，你在干嘛？你们很高哎！没有，我想说，我刚刚有让给瑶啊。杰克就是一副好像不用吃就可以赢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是扣血扣比较少，给先让给别人。那个是钻石的，扣的很少，只是捡宝石。大富豪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很多很多，同名同次。泽平他不舒服就去挖那个钻石，然后都不说话，然后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有十九颗钻。”哇，快回来！太会摸啊！坦克，哇，坦克坦最多伤害，哇。很肉很肉，战神，嗯啊，三个，我杀两个人啊，三个，开场
开场，开场，开场，多可怕啊！请问开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开场蓝团队的游戏体验太差，我们只是直接去干而已，没有什么。蓝队，你从 K 老师这边看啊，这边是谁先打谁？对对对，蓝队就。哎呦，墓园哦，好可怕！蓝队的墓园。上帝会原谅我的。到底我们只是过去而已，然后只有演员这边没有啊。Moco 先被杀的。哇塞！他是最后啊。是 Moco， 哎，那谁先被杀啊？姚那个啦，法师先被杀的。嗯嗯，我那个时候就说，哎，巧克力，你妈被打。我说我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我相信他会死的。对，队友死，全部都是。哇！我连我自己的坟墓都先挖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先挖好了，挖进去，挖好之后是圆圆死好吗？这个是圆圆死。哎，我真的要讲一下，圆圆刚刚是被一只拿钻剑的僵尸。钻剑，不不不，铁剑，对不起，铁剑的僵尸踢到，铁剑哦哦，两颗星，两颗半剑，踢掉，而且那个僵尸是大僵尸，我觉得很扯哎，我全套保护一哦，有一件是保护二，然后我就被踩死了，好扯，那只僵尸哪里铁剑？然后用脚磕脚，哦，对，那个铁剑僵尸真的打超痛。他是不是不是不是用脚踢哦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重点是，没有，重点是是这样子的方法，僵尸是这样踩踩进来，然后圆就死掉了，圆是站圆圆站在下面。哇！哎，你怎样？好恶哦！直接被踩死，太绿了，好恶，好恶心，好恶心。做事，而且我们是演员吗？嗯，冲向终点，这算雷神吗？我好冤枉哦！不是吧？我觉得很冤枉耶！你按 Ctrl 啊 ，PP， 超冤枉啊！他，你按 Ctrl 加中，哎呀，你丢给我一颗，你丢给我一颗。耶！干嘛啦？好可怕！很恶心，放那么多，超恶心！不要争执啦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！我要打掉，我要全打掉。有没有要踢雷神啊？踢最早的说哦，坟墓不没关系，清了一个还有，但是被玩家打死不算，就只有远人是被踩死，好像只有远人被打死的，难受，被踩死可以，他为了你的雷神千里迢迢过来踩你一脚啊！哇，好，太可恶了！妈呀，我开始那个啊，为什么？开始炖了，我玩到游戏崩溃两次。哎，对啊，那集崩溃两次超好笑。1.14的比较吃，1.14好像还是比较吃。对啊，一上来就发现你们的人，一回来队友不见。你应该从后面砍的啊，你怎么会跑掉啊？天啊！我们队友怎么那么吵啊？比较可惜是那个中队。哎呦！哦，另一个形态啊。好恶心啊！对，喂他吃海鞘，喂他东西吃了。吃海鞘，吃海鞘。对啊。哎呀，他怎么会怎样？不会，不会这样。他打雷会再变回来，不会这样。下一次他怎么？他是大胃王。然后另外一个形态就是另外一种香菇啊，原来对啊，就棕色香菇跟红色香菇。哇！好帅哦。变白变哎，我可以。音效有点中二哎。变声音，变声。我可以问姚一个问题吗？请说，请说。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喝水啊？你一直在那喝哎。喝吗？喝水。哦哦哦。在那废矿吧？没有。水牛了。他是水牛啊。他水牛喝水。他在一个水族下面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你看有被劈到断线了。刚繁星说什么？我没有听到。你知道你那个是一条水柱而已吗？结果你越补越惨哎。哦，真的啊，就跟上次小勇岩浆一样，水好喝吗？全全了。哎呀，恭喜啦！感谢大家。结束什么？结束啦！甜美，拜拜。嗯。
所以 GTA 组也要去 GTA 吗？没有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被上帝征召，好糟了，好糟了。哇，上帝不是会原谅你吗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感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被追杀的时候，我想看有没有观察者看到是谁在追杀我们，是你们吗？